整红素金台北报道，唐美云除忙拍摄八点档外，更致力于推广歌仔戏文化。今年特地跟台湾戏曲中心、台湾戏曲艺术节推出一档以戏曲方式记录台湾的历史、社会与风土人情的月夜情仇。其中蔡振南除大荧幕演出外，这次更和歌仔戏沾上边。蔡振南神魔大场面没见过，不过他却在登上舞台剧舞台之时喝到腿软，笑说我整个脚都在抖耶，预告自己将有大突破，唱歌仔戏北关挑战自我。蔡振南和团长唐美云同月同日生，感情就如同家人般。蔡振南笑说面对唐美云邀约不敢不答应，不过蔡振南透露日前相当严肃骂了唐美云一番。唐美云因拍摄八点档跟剧团来回奔波，竟多达三天未合眼休息。蔡振南因得知唐美云三天没睡，便直接开车到剧团找唐美云，一见面即严肃劈头骂说你这三天不睡我就生气了。今天会后受访，蔡振南在下重话，表示唐美云在不睡着被他发现就会真的翻脸，像是20年的他们早已兄妹相称。蔡振南看到唐美云把八点档赚来的钱投入剧团，心疼唐美云花钱就算了还牺牲自己睡眠时间。蔡振南直呼花钱可以但花身体就不行，也让蔡振南不得不支持唐美云，也要承诺把票房的压力扛起来。月夜情仇由邱坤良教授编导，唐美云歌仔戏团演出，演员阵容坚强，由唐美云领军，找吴定先丹任助理导演，蔡振南、柯一正、罗北安、刘秀兰、王灿、陈竹生等人参与演出，光是演员服装就破百墨，也让唐美云不敢想往后支出，望大家可以到场支持。全剧将于3月29日至4月1日以及4月5日至8日在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，听连演两周，共计八场次。唐美云歌仔戏团月夜情仇记者会，唐美云、蔡振南，记者陈奕全社。唐美云歌仔戏团月夜情仇记者会，唐美云、蔡振南、柯一正、王晶晶、罗北安，记者陈奕全社。